好，台彩在今年推出了五款新年这个龙年的新春刮刮乐，这么多款究竟哪一种最划算？实际算给你看。刮一张刮刮乐，马上就知道有没有中奖，这样的乐趣大人小孩都很爱。刮刮乐百百种，看得大家眼花缭乱，哪一种最划算？马上来帮大家解密。都买整本的，这是一定会有一几个大奖在里面。聪明的玩家整天就守在我们投注站，已经有很多人他没有刮中，他就把剩下的抱回家。今年龙年台彩第一波推出五款龙年刮刮乐，实际算算每张彩券的中奖率，100元的龙好运中奖率33.14%，最大奖30万；200元的金龙报喜和幸运红包中奖率分别是50%和34%左右，最大奖则是10万和200万。500元金龙奖主打100%中奖，最大奖项更有300万。而大家爱买的2000万超级红包中奖率69.34%。总体来说，想要享受中奖感觉就买金龙奖，小赌怡情可以买金龙报喜。而2000元超级红包虽然不好中，但常常一中就是大奖。而除了实际算数据，也有不少人买彩券会有小配包。木气两个交接当中，它木是生活，红色红红火火，那或者是红到发紫色。假设你要去刮刮乐，那你就带这两种颜色的这种配件。农历年即将到来，不少民众会买刮刮乐试试手气，除了希望中大奖过个好年，和家人朋友一起玩也增添乐趣。记者叶轩杰、林世达台北报道。